国民党立委就统计，监察委员陈秋瑾、郭英雄、张菊芳、叶大华这四个人出席单席审查会比例上摆，其中陈秋瑾是有14个月拢无行使单席权。对此，伊是讲伊拢有请公假，向点名监委嘛讲，通常是甲调查约谈行程是有定达到。监察院长陈桥在年初以来谈委会，捌讲到，毋若一位监委的大协审查会出席率无好，应该注意工作态度。国民党立委陈义信调查资料，对照2020年8月到今年3月，监委参加大协审查会出席率，其中监委陈秋瑾有14个月完全无行使大协权。陈秋瑾回应，家己因为查案的业务是真重，唔是大好接受。有假有时候，因为你必须到外县市去巡查。那开会，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在院内有一些会要开，那有时候是因为我手中有重要的调查案，必须亲自去处理。我请假，并不是我跑去玩。除了陈秋瑾以外，监委郭英雄也阁有张菊芳、叶大华，出席率也是最后一名。不过监委郭英雄特别讲，愈认真的监委反倒都无差多参加临时通知的大核心查会，因为有查案的要务。监委叶大华是讲，无出席不是代表缺席，伊是因为行程卡到，无法度来参加。越认真的委员越没有办法参加临时通知的审查会。那个是不需要请假，因为我本来就有其他公务在。因为弹劾案通常通知都很快很赶，所以我排的这些行程上，其实大部分都是因公啦。不过立委质疑，大协权是监委定的职权，蔡政府提名的监委袂用领钱，却是无做代志。前监委周永山认为，应该交由监委来报自律的机制来处理。下院自己有纪律委员会可以做成这样的决议。前监委李富田也表示，这种监委常常侪人斗阵来查案，造成会使出席大协审查会人员有限，也认为出席率无关的原因，甲监委投票无检我一个人的感觉是有关系。记者陈宏学报道。